说完范爷呢，好像都会联想到另外一个娱乐圈的话题女王，就是张馨予了。在新片《思美人》的发布会上呢，张馨予就领着马可等一众的小鲜肉登场了。这美女不仅会制造话题嘛，也是有才艺的啦。一袭裸色连衣裙，袖口的大花边是绝对亮点，再加上身边马可帮她戴上的花环，有没有一种花仙子的即视感？说到花仙子，范冰冰最新的一套戛纳战衣不就是花仙子装吗？和颜值派冰冰比美，咱也有的一拼不是？尽管输了男友李晨，但是张馨予并没有就此消沉，各种场合大秀才艺，不信这就上墨宝。其实我自己觉得这幅画画的不够好，因为我画的时候正在拍另外一部戏，然后每一次都，其实我觉得画画的时候应该是在我心最静的时候，但是我已经尽力了。要说演员界里最会画画的女演员，这张馨予绝对是排得上号。打小练就的画功，可是在当了演员之后都没有荒废，绝对是难能可贵。我觉得不算专业，但是是属于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爱好。尽管发布会现场有参演《芈月传》的兰溪，还有凭借《花千骨》走红的马可，但张馨予这一秀画功更胜一筹，成功抢镜啊！下周再见，综合报。